又到了每年音乐人最紧张的时刻啦。第30届金曲奖15号公布入围名单，首先最佳作词人由音乐教父李宗盛入围，而最佳编曲人孙盛希、Ori 等人一起入围。再来，每个人只有一次入围机会的最佳新人，则是由他们共同角逐。宣布暂时单飞不解散的顽童也开心入围最佳演唱组合。而各自开创新公司的 S.H.E 与蔡依林一同竞争最佳音乐录影带奖。再来，大家最期待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入围的有谢振廷、爱丽丝、Where Are You、Where Are We Going、列王、无病呻吟、友情抒情、柯志堂、吟游、李荣浩、耳朵、Ozzy、Ozzy the Album。最佳国语女歌手入围的有。艾怡良垂直活着，水瓶留恋着，孙盛希西游记，陈宁儿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， 蔡依林 Ugly Beauty， 林忆莲零。年度歌曲则有最强者陈奕迅、蔡依林、SHE、林忆莲、茄子蛋，开心享受喜悦。在这一片超竞争的名单中，蔡依林成为本届金曲入围最大赢家，一共入围7项大奖。究竟各路高手谁能在超重要的30周年顺利夺奖？就让我们一起期待6月29号喽！